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五幅画呢，这个就是变形金刚的漫画的原稿。我们这一次呢也很非常开心能展到这个 Europark 的一些商品，那这些商品我觉得真的是黑科技，怎么可以做得这么精细。那这个签名呢就是 Peter Cullen 从以前大家看的卡通到现在的电影全部的科普都是他的声音。变形金刚展万兽崛起呢在我们靠边走有一个连展，有机会呢大家都可以来找我，记得来跟我说嗨哦。